失败了。接下来轮到的就是打者祥平，那么像有打到，但是因为你已经先判了嘛。哇，今天这个外侧的滑球，主审捡了。今天这个好球带如果是一致的话，那大谷的 sweeper 应该也可以有办法来利用这个位置哦。这两颗球看起来，我们以 K zone 看起来是都没有削到好球带。对。再来一个深卡球，这球往左打者，往大谷翔平的内角窜。哇，这个前面的两颗滑球，一颗滑球，一颗深卡，两颗都是滑球，就收到了这颗内角球的效果。